这奶茶里的椰果是细菌的排泄物。椰果不是椰子肉吗？不是，出来吧，木醋杆菌。我是一种喜欢吃糖的细菌，我吃了椰子水里的果糖，就会拉出丝状的纤维素，纤维素结成块，就变成了椰果。细菌的死。喂，315吗？又在卖细菌粑粑奶茶。这粑粑很干净，它是膳食纤维，吃了能多拉屎。那饭干净也是细菌的粑粑呀。木醋杆菌是有益细菌，对身体没害，连做酸奶的乳酸菌都是它的好姐妹。而且人家有洁癖，椰子水里有脏东西，我就不便便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爱喝椰果奶茶的点赞扣一。